这是我特意为你找的电影，你应该很期待吧？你喜欢看恐怖片啊？你害怕吗？不知道，以前小雅总是讲那些鬼故事，我就不敢看鬼片，我也不知道我怕不怕。那太好了。是吗？没什么，开始吧。 挺有意思的，我们多看几部吧。还看？谁怕呀？我就是觉得不够刺激，我们换一部电影。我要睡觉，还没洗漱呢。一起吧。哎呦。 我陪你走吧。思辰，害怕？怎么害怕呢？我不是在这儿吗？看来这个恐怖片对你杀伤力这么大。 醒了，林太太。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梦里可甜可甜了。不是在做梦。今天干嘛？和我约会。
喝点水吧，啊，来来，喝点热水，来。哎呀，啊，这是有点着凉了，头晕。哎呀，不行啊，还是请医生到家里来吧，不能大意了，好多大病都是小病拖出来的。没事的，奶奶，快，来，手给我。38，你现在发烧了。哎呀，宋妈，请个医生过来。不用，真的不用了，我随便吃点药就行了。你现在是发烧，这种情况怎么能随便呢？听话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必须在卧室里好好的等医生过来。哎，听话啊。来。哎，哎呀，你要干什么？干嘛？我要去店里。医生说了，你要好好休息。但是我已经……我已经通知飞扬去店里帮忙了。我今天也不去公司，就在家里陪着你。你今天哪儿都不许去，好好休息。